今年有六三个退休劳工陆续到昨日去领劳保退休金，青岛的呢有一昨日为24,800人的，比贵岛上班族的年俸还高多。劳保年金开盘之日，昨通过两下大涨热量最多的是48,800人，下个两届今年67岁想请假的妇人家每点不少，大涨热劳保退休金每周42,200元。那40,000多全部都是你可以当你生活费啊，你的其他费用都可以，都不用担心了。就实拿了，对对啊，又不用扣所得税啊。这位做了56年退休过后，大涨热量改签比上班族的年纪还难多。哈娜是热狗两热豆，罗伟夫表示，劳保年金开盘提前年有超过60%的退休劳工都是大涨热量。60% 的人领年金，38% 的人领一次金，嘿，那跟我们的预估，其实相距不会太大，嘿，相距不会太大，嘿。那么，金额的部分，其实从10,000多块钱到一个月可以领40,000多块钱的都有。那么，劳福费每公告提供200元喽。利率的部分呢、是历年来最低的，是1.38%，是最低的哈。那欢迎劳工朋友，那么在年节过关的时候，那么有些经商的困难的，都可以来申请我们劳保的纾困贷款。有些人的劳工做得到全国各地土地远方申请，你个系对盲人障的措施都也是你未知。大概年最高做得退10,000元，所以身份有困难参加劳保满15年没欠劳保费、没申退过纾困贷款的劳工都做得申请。扣了工资之前，从哪里到钱？还请综合报道。立法院朝野党团提成强势，为修法禁止美国牛国内狗肉进口。美国方面又发表声明，表态不满内容。赴央过程造成陆家参详过后，家庭最近爱组团去美国说明，其中将上海控制台清洗的。